Chef Koochooloo 是由 NSF 资助并认可的线上教育 App。在 Chef Koochooloo， 我们重视全球公民身份、STEM 科学文化教育以及健康的可持续的饮食习惯。我们希望在 Chef Koochooloo 的帮助下，能让孩子们了解健康的饮食，学习多样文化，认识到日常消费规范。通过以食物为主题的学习环境，寓教于乐，帮助孩子们了解并学会应对当今我们面临的社会挑战。App 中的游戏开始于从互动地球仪上选择一个国家，选择好国家后 ，App 会给出对应的小故事和当地的特色食谱。我们的内容结合了营养教育和社会文化知识，旨在培养孩子们的家庭观念与文化包容性。游戏旅程结束后的评估规则与国际科学教育规范、国际预科课程、英语语言课程、共同核心中标准等学习标准保持一致，我们致力于贴近更全面的教育学习方法。这种教学方法是学术性和社群性的，会对我们的社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我们的基础产品包括一个校园网络 App， 该 App 已经成功在硅谷的30所不同学校中进行试点，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与 Chef Koochooloo 一起，老师、父母和孩子们将踏上愉快的烹饪之旅，并了解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和文化，并且在线学习的同时动手实践。 Chef Koochooloo 希望通过这样多样性的课程来促进新一代人的变革。面对不同的食谱、节日和习俗，我们努力促进同理心并减少偏见，加入我们以美味的方式探索世界。